阿雪孙伟说，今日以嘉宾身份出席网络营销品牌大奖2023，作为网红的佢受访时就话好有得着。我今日嚟咧，简直系袋钱落袋咯。即系其实本身我主要收入咧都系我嘅网络嘅，系啦。咁所以今日即系听到成个网络啊，原来喺近呢几年咧都哇好夸张啦，嗰啲钱嘅。即係數字啊，即係好，同埋好多客户咧都會係經網絡去揾人分享啊，同埋為自己做廣告啊，咁帶嚟好大收益啦。咁所以今日咧聽到好多高人啊，佢哋講嘅意見，我就覺得哇，我真係翻屋企要再去努力營運我自己嘅網絡，用腦覺得好攰啊，係啊，我更加生完 BB 之後，我用唔到啊，我想用都冇啊。即係我係成日諗諗下，咦？突然唔知道自己做緊咩咯，即係會係喺個腦嗰度咧，突然有個空格，無端空白咗個，係真嘅。其實唔係蠢咗，係因為媽咪可能將啲 focus 咧擺曬喺自己小朋友度，即係已經咧唔係話好多嗰個 RAM 數咧去記其他嘢，或者再去 focus 其他嘢咁樣咯。係啊。老公和朋友都有覺得我蠢了，那我老公只是搖曬頭，他說我經常都不認他，即是有時呢他以為我特登不認他，但其實我真的聽不到，他跟我說話呢，他說我要聽，他覺得我是特登自己已經按制住他，我就是會不睬他ignore 那些，但其實不是的，我真的聽不到，有時呢他要說三四次呢我才聽到咯，或者佢成日都同我講話嚇，我尋日咪同你講咗咯，我冇啊，你一定要問到我應你咧，我先真係聽到㗎。